给换掉了。我也表示，我只是个电。为什么我刚居然赢了？可以啦，恭喜！百变的肉粽，好，叫百变的肉粽，叫百变的。啊，木桶好可怜哦。すみません。咬粽子的鳄鱼，咬百变的鳄鱼。你都叫土耳兽，有点整排全部都没有，我的词毫无语。我很抱歉。百变鳄鱼，我把为什么要把木头放在最前面？就是因为我想要把木头练起来。我想要让木头变得很厉害，但一定是我这个训练家的问题，没有让木头活下来。可以改，那我可以当被踩的 dragon 吗？可以，被踩的 dragon。可是我都排第一个，排第一个打的比较那个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背在哪里啊？怎么只有这个背？那我打背部的 dragon 好了。欸，可是这是一直录在背部的，希望我可以在录在包包里到最后。可以，这个是个百变怪耶，所以应该。我就用这个队伍打道馆，足不尊重找我的律师。我一定要把木头练起来。这边有神奇糖果，我、哦、看这是什么？瑟维肯泰罗吗？抓！这也是百变怪。没有，这次抓过了。我们抓别的。爆对家，我刚以为他是瑟维肯泰罗，我才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抓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木头补完血，我们再抓。我刚以为他是瑟维肯泰罗，我才抓的。我帮大家抓一只帅一点的啦。这区域该不会都是百变怪？好像没有啊。我先去找人休息一下。野餐，自信市场 for you， 耶！百变怪大放送。这里有瑟维肯泰罗。那我要来抓一只瑟维的肯泰罗，等一下哦，那只猪有点